天气太热了，等一下火车来了再拍给大家看看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中越边境平边苗族自治县，这里是白河镇啊，这边有个火车集市，是中国云南唯一一个还保留的啊。等一下我们等火车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依山而建的白河镇啊，百年滇越米轨铁路是法国人修建的。你看，等一下我还不知道火车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啊，我等火车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火车来我再拍给大家看啊。我是星辰，火车已经来了，刚刚听到声音了，大家看，火车已经缓缓驶来了。这是滇越米轨火车，中国自主生产的，通过集市会减速，会鸣笛的。我从下午一直等到五点多，火车才过来。刚刚火车已经过去了，一天有两班火车，上午有一班，下午有一班，现在是我刚刚拍的是下午这一班啊。这是米轨铁路，法国人修建的，至今还在使用啊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下期见，欢迎大家关注点赞，拜拜。